师祖，我看你命格清奇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到底能不能发财？来，我们看看。财运亨通，血崩老龟。上班算了，我还是喜欢打游戏。啊，打游戏好啊！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。哎，我钱也拿了，假也休了，还不让我工作？这些都不计较了。可是我买个内增高，你都比我报销，这就太过分了吧？不过分。